守護堅城，我係守護堅城嘅召集人黃燕青，同埋另一個城西關注組扮演嘅城西關注組阿張朝敦博士搭緊協上嚟嚇，今日壞咗兩個月，所以就嚇過咗少少上狀，搞到咁樣。我今日咧就係、明日大嶼計劃咧上呢個中西區區議會嘅，咁我哋係作為我哋今日仲有幾個民間組織咧，其實都會一齊嚟咧。今晚就會陣間有個喺討論嘅時候咧，有個發言時間，我哋咧都會係會嚟發言嘅。我哋有我哋即係有充足嘅理據啦，去反對明日大嶼計劃嘅。咁另外就咁我哋其實守護堅城關注組咧，其實就喺幾年前咧已經係關注呢、這個東大嶼，之前叫東大嶼都會發展計劃啦。咁我哋其實近呢幾年咧都係一路睇緊政府出啲咩嘅資訊啦，俾大家我哋發現咧，其實個資訊係好少嘅嚇，同埋發放過我哋見到嘅資訊咧，都係一啲比較技術性啦，同埋特別係交通方面係一啲好技術性，同埋係比較一般市民好難去理解嘅。咁但係咧，今日咧就喺即係基於咁缺乏資訊嘅情況底下咧，今日就上到嚟中西區區議會咧，就要即係、要喺度討論啦。咁我哋就見唔到咧，我哋即係喺西環嗰幾區嘅區議員咧同我哋居民諮詢過啲乜嘢，同埋政府發放嘅資訊咁少咧，我哋認為咧即係呢一個諮詢咧個價值係非常之低嘅。如果今日區議會係要硬過嘅話咧，我哋居民居民啦，同埋咧各個即係民間團體咧，都係咧覺得咧係憤怒啦，同埋係覺得咧係遺憾嘅。咁至於我哋即係呢一個嘅明日大嶼計劃對我哋西區居民咧，其實我哋發現咧係非常之影響嘅。大家都知道即係明日大嶼計劃會起喺交椅洲同埋喜寧洲咧，會其實起兩個人工島嚇，可以住咧110萬人嘅。咁而港島區咧都係大概係都係百零萬松啲嘅啫。咁其實呢兩個人工島就差唔多係佔咗港島區嘅九成人口。大家知道港島區其實都有三條隧道，起碼有三條隧道啦，亦都有港鐵啦，亦都有渡輪咧去接駁過九龍。但係咧好多道路同埋隧道咧都係經常擠塞。但係東大嶼只係得一條隧道同埋加港鐵接嚟我哋西區，暫時我哋見到嘅技術性報告咧係接嚟我哋西區西環碼頭嗰度嘅。咁呢一個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將來係點樣塞爆我哋呢一個嘅西區呢？咁呢一樣嘢，我哋其實係對於我哋西區居民咧，將來唔單止係一個嚴重影響，仲係一個好大嘅衝擊，會令到我哋嘅生活咧係差唔多係幾乎係唔能夠咧去各道路係癱瘓啦，唔能夠咧去一個好好嘅生活嘅。咁所以咧，我哋咧無論我見到今日議會上面咧係有民建聯嘅議員咧係有個 motion 咧，就話要咧將呢條tunnel 咧接駁咧去中區，但係去上環、中上環係咪？唔知係咪啊？議員咧認為即係民建聯嗰啲咧認為即係中區就冇佢哋自己有啦嚇，冇佢哋民建聯嘅議員啦，所以咧就咧話要接去中區。但係我哋想講就係、接去呢一條隧道，無論接去港島任何邊一區，都係會令港區失爆。因為根本呢條隧道係解決唔到咧百幾萬人口疏導唔到嘅，我哋揾交通運輸專家睇過，要疏導110萬人口，需要幾多條線呢？需要12條線嘅，但係12條線嚇，而家港島至去九龍3條隧道加埋都未有12條線，所以我哋成日冇坐塞車，但係將來係需要12條線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認為呢一個咧係一個規劃嘅嚴重嘅錯誤啦。如果呢個唔解決嘅話咧，其實呢一個嘅東大嶼計劃要夾硬上嘅話咧，對於我哋港島甚至乎咧整個咧九龍嘅居民咧，都係一個咧災難嚟嘅。咁另外咧，我哋就亦都即係見到近年啦，政府好多大型工程啦，譬如沙中線啊、港珠澳大橋啊，或者係高鐵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工程問題嘅。政府又唔調查呢一啲咁嘅工程問題啦，亦都冇人負責啦。咁我哋其實係好質疑而家政府咧嗰啲嘅公信力同埋監察能力。但係仲要咧起呢個咧過萬億嘅人工島咧，其實係會更加令到我哋咧將來咧有問題嘅時候咧，更加係唔知點算嘅。你諗下，如果呢一個萬億人工島將來又有啲咩工程問題，又要咧再咧話咧又要再加錢落去咧，要再搞好佢嘅話咧，究竟去邊度揾錢嚟注資咧？
咁如果長遠嚟講，我哋香港嗰個財政嗰個庫房係唔健康嘅話咧，我哋嗰個嘅信貸評級，香港嘅信貸評級係會下降，同埋咧亦都會影響呢個聯繫匯率嘅。所以呢一個大白象工程咧係非常之對香港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咧風險大嘅工程嚟嘅。不如我哋而家都俾其他啲團體或者關注組去講一下，係嘛？可以精簡啲。係，精簡啲，低關注組。我們如果要在平時的城市規劃，我們要批一棟大廈起一個新的規劃，其實我們都要過城規會，都要做這個交通的評估。但是今次呢，其實是講緊百幾萬人的交通的需求呢，是去接駁到去我們中西區的。所以其實理論上呢，是應該要有一個全面的評估，告訴居民知道其實未來是有些什麼影響，有些什麼對中西區的居民有什麼大的打擊呢？其實他這個一點都沒有說過。所以其實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闖闊，也都是很沒有諮詢、很封閉的一個規劃來的。咁明日大嶼最緊要係咪全部嘅錢都攞曬去大嶼山呢？其實而家講緊唔係淨係大嶼山喎，而家講緊嗰兩個島先緊要喎，係一個新的島嶼嚟嘅。咁新嘅島嶼到底要吸納咗幾多納税人嘅錢呢？而啲錢係咪應該擺翻我哋最重要嘅民生上面呢？例如我哋嘅教育啊、醫療啊，各樣嘢都爆煲啦。咁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去討論嘅問題嚟嘅。好，守護大嶼。大家好，守護大嶼聯盟，我叫小燕啦。咁我哋今日咧，即係上一次喺嚟到區議會嗰度咧，都係好多即係意見都表達過啦。咁我哋再去揾翻就係、是，喂發展局部長話唔係喎，我哋咪攞啲建築廢料去起都得咯咁樣。而我哋計過啊，就係話其實加工嗰個建築廢料咧，其實係一個好重嘅成本啦。可能大家應該幫手問啦，喂，其實一噸嘅加工嘅建築廢料其實有幾多次啦？同埋我哋香港一年其實原來係得150萬噸嘅建築廢料啦，但係原來要填一個人工島係需要1億噸嘅廢料，咁可能其實諗緊係講緊係10年嘅事先至足夠咁嘅廢料，所以我哋諗緊其實政府就係話，我哋當我講成本嘅時候，佢就話唔係啊，我哋有好多除咗沙之外嘅，我哋可以用建築廢料，其實唔係嘅，我哋講緊。正正就係我哋嘅人口下降啊嘛，點解我哋人口下降嘅時候，佢仲要起咁多嘅人工島呢？其實我哋見到就係話要起一個呢、這個咁樣離岸嘅人工島，係冇一個實質嘅人口嘅數據去支持啦。咁所以我哋未同佢講心態嘅時候，其實呢一個點解一個喺連人口政策都冇嘅時候，佢就要同我哋講起一個即係1000或者1700公頃嘅人工島呢？其實係唔啱嘅。咁而家政府嘅正正就係令我就再擔心就係話，喂，我而家填住1000公頃住噶嘛，咁即係話其實係一個分期付款啦。香港市民唔好俾佢呃，其實佢真係1700公頃係一定會落去呢個人工島度再填嘅。所以我哋希望即係區議會，即係縱然你哋可能覺得我哋都控制唔到立法會啦，但係唔係啊！你哋正正今日就係一個好好嘅把關嘅時候，就問政府點解佢喺一個冇人口政策嘅時候，佢就已經要強推呢一個明日大嶼，佢嚟緊就喺立法會就攞5.5億去做研究。呢個研究唔係研究下就算啦，呢個研究係一個有 EIA 嘅法定規劃嘅一個研究，所以其實大家一定要跟住嘅。我哋係反對即係呢個明日大嶼嘅計劃咁樣嘅，咁問你，好，仲有冇機會？基督徒護守大地聯盟嘅，咁就我哋都一個基督教嘅關注點睇啦。咁其實對於明日大嶼即係所呢個計劃所造成帶嚟嗰個生態破壞咧，其實係好嚴重嘅。咁我諗即政府一路都冇解釋，即係譬如喺未來，如果嚟展開咗呢個人工島嘅計劃之後咧，當台風啊、天氣惡劣嘅時候，其實對我哋即嗰個環境嘅我哋香港造成一啲咩嘅受到咩嘅影響咧，我哋都要關注。同埋我都喺度呼籲，即係香港嘅基督徒啊，同埋教會，即我哋從我哋神學、我哋嘅基督信仰裏邊去睇，其實我哋人生活喺個大地上面咧，唔係淨係顧及我哋自己嘅利益，我哋同大自然同大地都係為一體。所以在信仰上面我們都要去顧及大自然的感受，不是說隨便我們喜歡去填就填海，喜歡破壞就破壞。所以希望香港的基督徒團體、其他基督徒團體或者甚至教會呢，都要站出來去為這件事去發聲。還有就是說，當我們基層我們
很多團體關心基層的生活，當我哋係啦係啦，我哋都要即係呢啲錢係咪用喺基層會好啲咧？當然。好。咁六條行車道其實係好短嘅，大家落翻去樓下見到，六條行車道係好短，喺一個距離咁近，我哋自己本身住緊嘅地方，要去進行一個咁大嘅工程嘅時候咧，其實政府一直以嚟都係冇俾個市民任何嘅嘅一個資訊啦，俾翻我哋知道究竟將來或者只不過係一年或者兩年之後係會發生啲咩事咯。咁喺嗰一大嘅土地嗰度，我哋其實以前咧曾經做過一啲嘅，其實其他嘅團體曾經做過研究，就係研究嗰個土地可以點樣運用或者係改用嘅時候，發現嗰個土地咧其實係存在好多嘅自然物質，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嗰一大嘅土地先可以保留咗咁耐喺嗰度係冇喐過嘅。咁而家當佢決定咗喺嗰度要起一個咁大嘅建築嘅時候，佢掘起嗰個土地嗰陣時候，造成嗰個污染，係直接影響到我哋呢幾千户咯。即係我哋一棟已經係999户，咁我哋呢個係有幾棟咁樣嘅大廈，而政府係從來都冇開放個數據或者開放個資料去俾我哋參考。咁所以我就想今日可以同我鄰居嚟到呢一度啦，去問一問我哋嘅區議員，點解一直都係冇輔導過我哋呢一件事情。不要人工島，不要人工島，先發展棕地，先發展棕地，不要人工島，不要人工島，先發展棕地，先發展棕地，倒錢落海，倒錢落海，魚大惡極，魚大惡極，倒錢落海，倒錢落海，魚大惡極，魚大惡極，不要人工島，不要人工島，先發展棕地，先發展棕地，不要人工島，不要人工島，先發展棕地，先發展棕地，倒錢落海，倒錢落海，魚大惡極，魚大惡極，倒錢落海，倒錢落海，魚大惡極，魚大惡極。好，係書面我哋人嚟嘅。係。好。有冇分？我哋今日預備咗信咧，葉主席喺唔喺度啊？葉主席。啊，主席收信喎，佢哋有團體俾信你，麻煩曬。哦，即係其他議員同事都可以過嚟一齊收，佢哋都有準備俾你哋嘅，麻煩曬。我哋都請其他區議員都過嚟，好嘛？好 ，OK， 我謝謝主席今日。好麻煩呢、這個通單員啊！今日已經請飯網，安排咗佢係咪啦？俾書牌啦，係咪？俾書牌啦，俾書牌啦，好啊！好，新聞有，係，新聞有 ，OK， 先行我哋啲料啊啲。唔係，我哋今日喺度抵啊！